喂，喂，听得到吗？早上好啊，睡得怎么样？我睡得很好啊，谢谢你一直都在，然后一直喜欢我。在这里还是想对你说，我真的很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。直播这个事情我记下了，三胎出来以后解锁。经常有人怼我，说我是单身狗。现在我可以回怼他，我后宫佳丽3000万。希望今天你也开开心心，一切都顺利。拜拜。不想挂。不行，那得挂，拜拜，我去工作了啊，拜拜。